长兄，过来看看。怎么样，画得不错。我三岁的时候，祖父就教我画画。要不是祖父死得早，又逢乱世，哼，我早就成为名画家了。嘲笑谁是没阳痿，没了心如何相配，盼铃声清脆，为目前灯火有味，我和你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一对，你尝尝菠菜吧。你要是真心送的话，你不到这里来吧。好，一眼给你。不是就是美，而且能写绘画，我听你当然是真的。不信明天我拿画给你们看。见过皇叔和关将军。